咱做来共读上帝话。今早起的圣经记载伫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，忍耐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，讲灵语的文书会无去，知识嘛会无去，咱所捌的有限。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，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，迄个有限的就消失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嘛亲像囡仔，但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，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。安尼，信、盼望、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。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牧师要传讲的题目是“听的真理系列”第二十二讲，听是永远袂无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已经讲了这个爱的真谛的七个不和四个反思以后。接下保罗先生伊就讲，听是永远袂无去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咱已经接近这个系列的讲道篇理论部分的结论。今仔这个你好讲，听是永远袂无去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其实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听是永远袂消失，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听是永远袂失败。虽然嘛爱分两个部分，但是这个中吼，牧师接下三个月吼，有哪要甲大家做伙分享有关爱的真谛系列的听的实践的部分，吼，咱会用三个月时间来学习。所以对明年开始，咱会讲这个实践的部分，然后最后一个部分，咱再来讲听是永远袂失败。所以咱今日要来领受这个听是永远袂无去，进前咱当心来祈祷。希望来祝我感谢你的稳定。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语，成就阮生命的帮衬。主，阮恳求你，即时保守看顾阮的心，互阮能当注心伫你的话，透过安尼来领受你的稳定，透过你的话语的激烈帮衬调整，互阮的生命更加更新。求主帮衬阮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我少年的时阵吼。有一首流行的歌曲，我相信吼，那到我这个年岁差不多来讲，比我较大汉的，一定拢捌听过这首歌吼。这首歌叫做《恋曲1980》。我本来要唱给大家听，但是我第二堂唱了吼，大家讲我讲的比唱较好听吼。所以吼，我用念的就好吼。我爱唱一摆吼，恁跟我做伙唱啦吼，唱四句就好吼。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。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它永远是什么？好，高声的唱。主要是咱看这首诗歌吼，这创作是罗大佑吼，这是苏中乐的同学吼。伊在讲爱情这个物件，我明白，但是永远是啥物？意思是讲，伊对爱情的看法是讲，人的听充满真侪无确定性，所以真悲观认为讲，听要久长吼，其实是真困难。当然，咱来明白就是讲，这是咱这世代的人的一个谣言，因为伫咱的这个黑暗的社会中间吼，咱所看到的听是人的听，这听是无完全的。是无完全的，因为人的听甲上帝的听是无相同的，
所以牧师头前要跟大家分享说，人会疼跟上帝会疼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，然后后面段的部分我会分享说，怎么去认真去学习上帝的疼，来补满人的疼的欠缺。首先咱先来看人的疼吼，是有条件有界限。咱的疼拢是人的疼拢是有条件，咱的疼别人通常的可如讲，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款的条件？伊的外在安怎，生了安怎？比如讲，咱若要找亲戚吼，要做亲戚，嘛爱讲这个人的学问安怎，这个人的工作安怎，伊的经济条件安怎，敢会当互咱保障？我过去伫南部咧牧会的时阵吼，有时阵会接到白教会的兄弟，也是讲牧师吼，拍电话给我讲，蔡牧师啊，恁教会少年人较侪吼，阮遮有一个真优秀的吼。咱来，大家找一个较适配，互因交往一下，好无？吼，啊，伊就讲，哦，我迄个条件偌好诶，吼，安怎伊安怎伫伊迄落，伊伫咧工作做啥物工作啊？啊，迄个外在安怎吼？啊，经济条件安怎吼？啊，我拢爱问一句，啊，讲信用有好无？吼，啊，伊讲，哦，有信用有好，有信用有好，吼，啊，你嘛讲会当找一个较适配来甲伊配合。啊，所以对安尼，咱就真清楚。因为其实我是做不爱做媒人，因为媒人吼，这件代志有讲无想吼，怕破爱赔了吼。哦，你若讲做好吼，啊，因欢喜吼，哦，因欢喜就好。但是咱拢无啥物利益，啊，那万一有问题吼，咱来负责任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但是吼，总是人咧要求啊，咱就爱稍微配合一下。但是总是对这个人咧提出这个看法中间，咱来了解讲，人对疼吼。其实是有条件，我这个人爱安怎，所以我较疼你。这是人会疼的限制，吼。所以人的疼是有界限、有条件。哦，所以这是人的软弱。啊，咱拄只所吟的圣诗，哈，诶，94首，哈，咱大家拢作熟这首歌嘛，《破天荒情》哈，华语叫做《普世欢腾》嘛，哈。啊，这首这诗的诗人哈，是叫做以撒华兹，哈。这人是真有才情的一个人，哈，伊被称作这英国圣诗之父啦，哈，伊一生做700多首的圣诗，哈，拢真出名，哈。比如咱常常认为讲上帝做阮代代帮咱，这嘛是伊做的诗，哈。啊，伊真有才情，但是哈，伊外表实在写作不，人讲长得很抱歉啦，哈。因为伊15岁时阵，我第9种病叫做天花，所以面啊撩面撩面啦，哈。啊，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吼，介绍讲，伊人生做 AA 啊，吼，头真大粒，吼，啊外貌真平凡，吼，很亲像我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当时阵吼，因为伊的才情写足好吼，我有一寡啊查某囡仔看到伊所写的诗歌，哇，这个人的确我爱甲伊交往。啊，当时有一个足出名的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叫做伊丽莎白啊，辛格吼，这个人。伊欣赏伊的诗歌，讲哇，伊足想要甲伊交往，啊，去拜托人去，互因甲见面，啊，去见面了吼，讲安尼拢得走了，吼，得走叫惊一下，煞得走吼，啊，人问伊的感想，伊讲吼，我是来足欣赏伊迄粒宝石啦，啊，但是迄块宝石外壳的迄个阿爸吼，是无法多接受啦，吼，意思讲吼，伊真欣赏伊的才情，但是迄外貌实在是无法多接受。啊，所以哦，伊一世人拢无娶，但是可能因为无娶因果，所以才做遐日子信息啦，哈。啊，所以咱明白的讲，人拢是看外貌，所以圣经同人讲吼，讲耶和华上帝看人无亲像人咧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但是总是耶和华是看咱的内心，哈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咱的疼是有限制，有一个有条件有界限，但是上帝的疼是无同款。上帝的疼是安怎？圣经讲，基督的疼是何等长阔宽深。长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伊无受时间的限制，自古到今，上帝拢疼咱，无受时间的限制。阔是安怎？无受空间的限制。无论伫倒一个所在，无论对什么款的人，上帝拢疼伊。上帝的疼不是靠如讲，这人的条件偌好。啊！讲这人做偌好的代志，唔是安尼，连罪人上帝嘛有意思，管
上帝咧疼咱，付出极大的代价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拢献予人，是何等的关！所以上帝对咱的疼是何等的深沉。虽然讲基督的疼是何等长阔宽深，就是伊这个意思，超越过人的疼。人的疼是有条件、有界限，爱对方表现了安怎，咱才会疼。但总是上帝的疼不是安尼。当咱是做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为疼疼咱来牺牲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的疼是何等长阔宽深。然后咱看见着人的疼是安怎？人的疼是衰败变质，人的疼是衰变，真侪疼拢无法度经历时间甲空间的考验，时间甲空间的考验。伫现实的社会中间，咱看见着。属于人的疼，拢会衰败，会变质啦。咱常常伫电视顶面看到，有个出名的人，也是讲演艺人员，银色夫妻。伫电视中，我看到因哇真美满的婚姻生活咧分享，但是过无偌久，可能传出讲哇，啊开传出婚变的消息。伫电视顶面新闻顶面，咱嘛看常常看到真侪伦伦的悲剧。原本的是应该爱三疼的一家人，但是疼一旦衰败变质，就有可能产生真可怕的悲剧。疼人的疼嘛，无法度超越迄个空间的考验。譬如讲，咱过去听人常常咧听人讲做兵的安怎兵变嘛，对无吼？因为空间离开，迄个感情就慢慢淡去，所以。真困难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，但总是人上帝的疼是不同款，上帝的疼是永远不会改变，人的疼是会改变，但总是对上帝要来真的疼是永远不会改变。虽然看起来上帝说我用永远的疼疼你，所以我用慈爱吸引你。咱最近在读的每一天的读经，咱是读这以赛亚书。咱看咧，以赛亚书有一个真重要的循环，就是人安怎背逆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不断用疼咧吸引人。人一再背叛上帝，上帝就是下面；人背叛上帝了，拄着刑罚，但是上帝用不变的疼吸引伊个倒来。但是过无偌久了，人个背叛上帝，但是上帝一再透过先知传讲上帝对人不变的疼。所以上帝的疼是未改变的。咱看见着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十一章到十二章安尼讲，讲天地拢爱消失，但是上帝却要常常伫的。天地拢要亲像衫同款旧去，但是上帝却是始终如一，永远未改变。这是圣经对咱所讲的疼咱的上帝，永远未改变的疼。第三项，咱看人的疼是。地强有限，咱常常特别是吼，咱看结婚的时阵吼，即、這个新郎甲新娘拢会交换信物吼，通常拢是用钻石、手指对无？因为钻石代表啥？永恒嘛吼。但是虽然是安尼吼，今仔日会当婚姻会当维持真久的真少了。大家唔知影，敢知影讲？世界吼，吉尼斯世界纪录吼，记载讲。结婚上久的人是啥物人？伫倒位讲，你毋知？其实是伫咱台湾啦，吼、哦。咱台湾桃园吼有一对姓刘的夫妇吼，因、哦、结婚86天过四个月，吼、哦。我、哦、这表示讲吼，爱、哦、真早结婚，啊个活真久，吼、哦。86天四个月无简单嘞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总是吼86天甲永远比起来，嘛是真少，对无？甲永远袂比起。何况是咱看见着，今仔日社会婚姻会当维持真久的真少。吼，台湾的离婚率吼是世界亚洲第一的。吼，我看到资料是让人感觉真着惊吼。平均一天有160对的夫妻离婚，8分钟就有一对吼。所以咱若做一点钟的礼拜了，哇，过来对的离婚啊，实在是真恐怖吼。所以人的疼吼。实在是短暂有限，但是
圣经人讲上帝的疼是安那，永远袂无去，好，永不止息。人的一疼是康熙短暂，但是上帝的疼是袂变质，永远袂无去。因为上帝的疼是真的疼，是阿加贝的疼。我咱讲遐尼济，关系上帝的疼，阿加贝的疼，咱明白伊是真的疼，伊永远袂无去。亲像咱对只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伊讲有一天，先知讲道的能力会消失，讲方言的能力会消失，咱一切财物会消失，甚至连世界一切的事物拢爱消灭。但是总是上帝的疼，刷到落尾，永远袂无去。所以咱看起的圣经中间，咱讲，伫约翰一书第二章，咱讲，唔通听世界甲世界上的代志，因为既然世界上的代志，亲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拢唔是对天父上帝来，那是对世界来。有一天，这些物件拢爱过去，独独遵行上帝旨意的，是永远伫的。啥物叫遵行上帝旨意？就是爱听上帝、听人嘛。是真疼心的，才会永远伫的。咱看记着诗篇136篇，内底有26节圣经，每一节中间拢有一句重复的话，就是伊的慈爱永远伫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人的疼遐尼有限，但是上帝的疼是永远袂无去，永不止息。既然人的疼甲上帝的疼有即款的差别。所以咱就爱学习安怎去领受上帝的疼，来改变咱人的疼，让咱人的疼会当一步一步接近这个完全的疼。所以牧师下面有三项提醒，好，咱的周报内底无拍起哩吼，咱会当写伫边啊吼。三项提醒，第一项就是咱首先爱做的，就是爱将咱的性命结连伫这个疼上帝，因为咱人的疼是真无完全。但是上帝的疼却是丰富而且充足，因为真的疼是来自真心上帝。圣经这节圣经，咱大家拢会晓背哈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咱来彼此三疼，因为疼是对上帝来的。迄个有疼是上帝的儿女，也认捌上帝。如果有上帝遐来的真的疼，咱得当享受彼此三疼的快乐。圣经中间人讲吼，上帝在先疼咱。上帝在先疼咱，所以咱会当彼此三疼，学习三疼，去找到这个疼的根源，迄、那个会当提供咱疼的泉源的上帝。因为咱人将来唔知啥物是真的疼，一直到上帝为着咱将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予咱，为着咱人来牺牲了，咱才明白讲真正的疼，当疼到遐尼深嘛，疼这罪人遐尼深，将家己上界疼的独生子。拢献予人，所以人如果来当甲这个创造的上帝沟通，伊就会当明白什么是真的疼。如果人会当连接这个将家己的生命连接伫上帝，伊就有疼的泉源。所以牧师有两项建议，牧师有两项建议。第一项就是咱爱真温困读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上帝对人疼的行动的一个记录。咱看这听的记录的时候，咱自然而然会发生一种感激的心，明白讲啊，啥物是真正的听，好，啊，这就是听的行动的一个转弯。咱不断读圣经，咱明白上帝遐尼听咱，所以咱也爱亲像上帝安尼听咱迄款的方式去听别人，所以咱咧真用心伫读圣经顶面。第二项，咱爱更加温存去祈祷，好，因为常常。祈祷是不只是对上帝祈求，是借着祈祷将上帝带到咱的生命中间，让咱有气力去听别人。所以常常读圣经，常常祈祷，得咱明白上帝听的本质。接下来咱该有两项真重要的行动，就是第二项甲第三项，就是当咱明白三回是上帝的听的时阵，咱来将所领受的听。带到教会内底来分享，好听伫遮会当不断不断成长。所以因为教会是一个改变咱生命的所在，
和咱的人生的生命会更加美好、更加成熟的所在。所以咱来到教会吼，咱需要做两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要分享哦。伫教会中间，兄弟姊妹斗阵爱有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咱来对彼此的生命成长有负担，因为咱爱将咱的痛贡献出来，而且也伫遮得到痛。咱来知影吼，伫圣经中间吼，原本的迄个团契生活，伊的意思是安怎？团契生活是讲一群人甲上帝吼，做伙来做一间公司，这公司是有股份的，吼，上帝是上界大股，咱每一个人拢爱有股份，就是咱爱贡献咱的股份，这股份是啥？就是痛。吼，上帝的痛源源不断伫咱的中间，然后咱每一个人拢贡献咱的痛，彼此分享的时阵。咱就生存一个痛，人的痛无够牙，但总是因为咱彼此相疼，所以咱会当伫遮不断不断学习来成长。其实我常常伫教会中间看到一挂兄弟姊妹，因点点伫暗中中间的服侍，因为因的贡献，互咱得到利益。好，比如讲举一个啦，咱啊常常会伫教会聚餐。可能咱中间嘛唔知讲啊，这餐点是啥物人替咱准备的？好，咱就食了真欢喜啦。哦，感觉食了袂歹，但是咱拢无去意识到啥物人替咱准备食，是因为有真济人伊牺牲，伊伫暗中中间服侍，所以咱才会当得到祝福。哦，我伫我信仰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代志影响我真深哦。伫我打去教会的时阵，迄阵我高三哈，准备要考大学。啊，我迄阵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放学回去了吼，我就食饭暗顿了，我就先睏吼，睏到差不多12点，哦，才起床吼。起来了，我就开始读册，读到5点吼。啊，5点外，我就出去运动吼。我通常拢运动1点钟了，回来厝里洗身躯，才去学校。啊，都按拢做规律的生活吼。啊，有一天礼拜四啊，我来照常安尼吼。啊，伫迄、那个。我拢伫路林咧走，走过迄、那个，我当时伫迄个台南的南门教会，吼、哦，啊，经过教会门口口的时阵，早起是5点外哦，天曝光的时阵，我看有一个欧巴桑白头毛，伫教会头前唔知咧做啥物货，啊，我着开门来入去来看卖，哎、欸，原来伊是伫遐咧握酒杯咧制酒杯啦，吼、哦，当然咱今日酒杯吼，拢是印刷厂印好了，拢制好好，一份拢送来，但是迄个时阵吼。哦我印好了，就爱来握好势，来记好势。啊，我从来都唔知道，因为我会在9点去礼拜的时阵，我发觉每一间酒保拢握了真好势，吼、哦，唔知啥物人做。啊，伊就是一个欧巴桑，头毛拢白哦。早起是5点外就开始去遐记酒保，吼、哦。迄时阵南门教会差不多有300外的人咧聚会，吼、哦，伊就300外分在底下记，吼、哦。我要起来帮忙，伊佫无爱互我帮忙，讲你袂晓。啊！我咧看伊咧伫遐咧制吼，只啊咱迄个制艺术品嘞，吼、哦，哎制吼真好势，真好势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安尼吼，咱伫礼拜时才通摕到一份即、這个制了真好势的酒杯，从来无人来问讲这啥物人做。但是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姊妹，伊伫遐暗中中间服侍，咱甲享受即款的祝福。所以咱那个来到教会吼，咱唔通简单当做一个消费者，诶一个信徒，咱来贡献咱本身，吼，贡献咱本身，咱会当伫遮得到搁较侪，因为每一个人拢贡献的时阵，咱会当伫遮享受听，所以分享是非常重要。另外一项就是扶持。保罗先生讲，咱坚固的人应该担当无坚固的人的软弱，无求家己的欢喜。意思讲，伫教会生活中间，咱能透过彼此的扶持，去帮咱，因为咱在跑走天路的过程中间，检查会拄到真侪困难的时刻，灰心丧志的时刻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如果教会中间有兄弟姊妹，同你鼓励一下，伫小组中间有人陪伴你经历迄款的困境，咱能不断的进步，就手牵手行这条无真简单的天路。所以咱要互相扶持。如果有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愿意
贡献咱本身，分享，而且彼此扶持，彼此带动。那亲像一支一支蜡烛熄了，一支蜡烛可能真紧就花去。很重要，咱每一个人拢贡献咱的蜡烛的光，教会所集中起来，就会充满真大的光加力，对，予咱本身享受伫上帝的祝福中间。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，好，咱毋是伫教会中间爱做即款的代志，咱爱搁予咱的痛满出来，吼痛满出来，亲像咱今仔人足济吼，无偌久就满出去了吼。咱的痛嘛爱满出来，吼，予痛往教会外面不断涌流扩散，予咱的痛满出来，特别伫圣诞节即个节期中间。咱来辨别，伫教会外面，要有真侪人需要耶稣，需要真理的光照，需要对上帝来听。咱周围要有真侪人需要听的福音，咱检视应该爱将这个也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，当作咱的责任。咱爱将听满出来，往教会以外。咱伫教会中间，圣诞节举办真侪无同款的活动，但总是咱爱做一个反省。特别是吼，咱今仔是24号对无？暗时是平安夜对无？吼，有即个教会拢会举办报佳音，啊，咱教会是有一个音乐见证会，吼，音乐分享会吼。啊，过去吼，我嘛捌做一个反省嘛，就讲咱教会咧报佳音的时阵吼，传统的教会拢是真暗，吼，即青少年拢集中对无？吼，啊，较去一户去报佳音对无？啊，报佳音的对象是啥物人？是教会会友嘛？啊，教会会友拢已经知影啥物是佳音嘛？你搁起来播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搁去唱迄个平安弥、圣诞弥对无？中间搁有一句讲“上帝赐安眠”，啊，叫去人吵吵声，吼、哦！啊，搁唱到足大声，连狗仔拢醒起来，拢伫遐吠吼！啊，搁去厝边拢吵吵着。咱若要将这个福音吼，讲佳音，报予人，爱报予遐也未听到的人，对无？所以过去我伫台中中心咧服侍时，我遮学生就做伙反省讲，社会中间敢是有欠过听的所在，敢是要有真侪人也毋知影福音真理，咱着爱对遐人去传播。所以有时去到孤儿院，有时去老人院，去遮需要帮衬、需要听的所在去分享听。有时阮去对遮啊老人的遮街友吼，咱叫做恩友吼，去人。分享，可能给他一个温暖的听甲怜悯，给他明白，主耶稣基督嘛听因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嘛要给因。亲爱的姊妹，伫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，我说唔忙，咱拢会当为着别人做一件代志，特别是即个要为认捌耶稣基督的朋友，咱拢会当将基督的福音分享给因。伊也是咱伫暗中中间。帮助一些需要的人，让他们也去感受到对上帝来听，愿上帝亲自赐福咱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再一遍激励我，让我们明白，听是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主你的听够也欢迎，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用我们的性命来做见证，将救人的福音分享出去，来荣耀你，来祝福人。我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